胖上热搜遭调侃，马思纯热依扎前锋相继中招。今天前锋热依扎、马思纯因为同一个原因胖登上了微博热搜榜。热依扎因昨天的机场照引发网友热议，照片中的热依扎身穿黄色精神吊带，搭配了一个精神的牛仔裤，整个上半身几乎露出了一半，可以说是十分的清爽。但是这套紧身的着实却完全暴露了其肚子上都是赘肉的缺点，看到网上争议声音很大。对此热依扎本人也第一时间站出来道歉了，表示对不起，碍眼了，自己会继续努力减肥的，争取有马甲线，求生欲很强，同时还调侃外增送八块腹肌，可见小姐姐的情商也是很高了。马思纯胖上了热搜是真的是很有冲击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早期当过书模的印象，总觉得马思纯就是那种文艺路线的女生，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，没想到她胖几圈之后整个气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